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送出的三等奖，我们要说一下啊，是很棒的太阳眼镜一对，当然了，你还没有成为运气最好的来宾，好，但是比较遗憾，好吧，也挺不错的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幸运星鸟可以来抽取下一个幸运来宾，眼镜要蒙起来，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位幸运来宾是。 啊，说还是要说一下的啊，我们把新郎妈妈的这个权利给剥夺了，好，我为了以示公正，不要留下话柄，好吧，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来宾们啊，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位幸运来宾是崔淼，很公正的，很公正，所以说我们奖品还是要新郎新娘来亲自颁发，好吗？好，来，非常非常恭喜，非常非常恭喜。好，这个画面很有意义啊，很有意义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这位来宾，遗憾的是，当然你还不是运气最好的人，好吗？但是你已经可以获得阿玛尼的对表，好吗？非常棒。谁来抽？新郎来抽，因为。 那谁蒙你的眼睛呢？<笑>好吧，好，我打乱一下，好，眼睛可以蒙起来了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谁是？可以获得阿玛尼的对表。好，这个名字太棒了，这个名字简直不能想象。他竟然叫精灵。好，卢精灵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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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，非常非常恭喜，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新人可以把这份奖品来送到。 我们这位来宾的手中非常非常恭喜，好，我们最幸运的这位来宾，奖品，没有机会给我做假牙展示吗？飞利浦的超豪华，超豪华，超昂贵，比阿玛尼对表还昂贵，看来还是在画上很纯真的牙刷，电动牙刷一对，好吗？好，这样子看会更加有意义一些，好吧？那这样，我们最后的大奖谁来抽出？应该还是新娘，好，新娘，新郎来，好，我们我帮你挡住，不让你看到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大奖的获得者是，好，最棒的黄。 蒙品，这都是自己的。是吧？好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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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那这样我们的好换一个，好自己人就不给了。好了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样好，我们一定要有显示我们新郎新娘的公正，对吧？好，看一下，这次要抽到爸爸妈妈了。好，这一位是。 顾燕南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位幸运来宾，顾燕南，好，我们，好，我们，好，对于我们有请幸运把大奖送上，好吗？大奖送上，好，我们要恭喜一下，今天最后的这份最幸运的大奖也送出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新郎新娘可以回到来宾的席间了，好吗？可以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共同度过这个非常愉快的夜晚。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来宾来参加到我们的游戏中。